这是一台2999元购入的坚果 R2， 买它的原因很简单，一是降价后的产品力似乎有点像，二是我一直没使用过 Smartisan OS， 一直对这个为一线厂商输送创意的系统很好奇。在字节跳动宣布暂停坚果手机业务后，这台 R2 很可能是这个系统的绝唱。那在使用了一个月后，接下来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体验吧。上手后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手机在设计时似乎完全没有考虑过手感。77.1毫米的宽度，9.3毫米的厚度，再加上直角边框的设计，整台手机握在手里让人感觉既局促又硌手。好在正面采用了微曲面的设计，不然采用直屏的话，可能真的会有种握着一块砖的感觉。同时 R2 这次采用了四边等宽的设计，虽然边框略粗，但在视觉观感上确实让人觉得很协调，百看不腻。但方正的机身同时要做曲面屏，在不对锤子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无断点金属中框动刀的情况下，坚果 R2 的做法是再用一层塑料中框将屏幕叠起来，同时将听筒集成到了这层中框上。没丑先不说，时间长了很难不让人担心它的耐用性，平时还是带套使用吧。好在官方的足迹壳质感还不错，清仓时一个也只要19元。如果你实在是想要裸奔使用，我建议你选择松绿色后盖的版本，我手上这台黑色真的堪称指纹收集器。按键方面，坚果 R2 可以说是目前市面上按键最多的手机了。在机身右侧，除了常规的音量键和电源键外，在机身左侧还有一个闪电胶囊按键和一个任意开关，具体功能我们讲到 Smartisan OS 时再说。但锤子这个经典的小圆圈造型设计，刚上手时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毕竟按键体积还是太小了。点亮屏幕，这是块来自华星光电的90赫兹 OLED 屏。在上市初期，很多用户反映会出现低亮度使用时花屏的情况，这貌似是首发的通病。网上有说法是11月后的批次解决了此问题。我手上这台的生产日期为1月份，并没有遇到花屏的情况。希望屏幕前购买11月份以后批次的同学在弹幕中交流一下花屏情况。毕竟目前对于很多有对 R2 有想法的人来说，花屏是一个主要的担心因素。那抛开花屏这个因素，这块屏幕在观感上个人觉得符合3000价位的正常水平，日常使用完全没有问题。唯一有些遗憾的是可视角度方面与前光下的屏幕亮度相比于高端屏幕还略显不足，在户外大太阳的情况下看屏幕会有些吃力，同时屏幕的边角在显示纯白界面时会出现轻微的偏红现象。值得说明的是，坚果 R2 出厂默认是开启类 DC 调光的，如果需要关闭的话需要到开发者选项中关闭，这个菜单藏得有点深了，不太符合我以往使用手机的逻辑。类似的逻辑冲突的感觉充斥在我刚上手 Smartisan OS 的每个瞬间。首先是不能在桌面下拉通知栏，只能去顶部下滑，同时通知与快捷面板相互独立，对于开关 WiFi 调节亮度这类高频操作每次都要多一个步骤。其次，除了短信能全局弹窗和微信可以锁屏弹窗外，其余的软件均没有通知弹窗与锁屏弹窗，通知来了只会在状态栏滚动，让我有种很多年前安卓手机的感觉。这样的显示方式倒还好，使用手机时能大大降低一些垃圾推送的影响，但问题是点击状态栏并不能直接跳转至对应的 APP， 还是要多一个下滑的动作。同时锁屏时没有弹窗，最多只能再设置一个通知亮屏，光靠通知栏内容的滚动很容易错过通知。最后就是全面屏手势。动画方面，不同于绝大多数厂商跟随手指的返回动画， R2 的做法是在前置挖孔的左侧增加一个指示动画，使用时很容易忽视。好在锤子这次的 Z 轴线性马达调教得很好，光靠震动也能提供一个明确的反馈。不过多任务的切换就没那么精准了，虽然也支持底部滑动在不同应用间快速切换，但锤子的逻辑是在底部短滑触发的是返回，这时继续滑动出现第二次震动反馈时才会切换应用。对于习惯了在小N条上快速滑动切换应用的我来说，这个设定刚上手时确实令人不适，同时横屏后的这个全面屏手势就完全不可用了，只能通过底部扬声器一侧内滑调出三大金刚按键进行操作。注意啊，是只能通过底部扬声器一侧内滑，并不是两侧都可以。以上这些逻辑设定让我不禁产生了疑惑， Smartisan OS 就这怎么连一些简单的日常操作都做不好？但随着使用的深入，我发现我错了，锤子的这一套逻辑背后另有乾坤。就比如通知栏的快捷面板，在没有通知时下拉是默认打开快捷面板的，有通知时也可以通过双指下拉通知栏的方式快速打开。而对于高频使用的亮度调节，锤子将其集成至音量调节面板中，利用音量键呼出后就可以快速调节。再或是全面屏手势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此前
大部分的安卓应用都是遵循着左侧滑动展开账户中心设置菜单的设计规则。全面屏普及后，慢慢很多应用就将此菜单移至底栏中，毕竟原本的触发方式很容易和左侧返回手势相冲突。但目前依然还有很多常用的软件保留了之前的菜单设计，比如我个人爱用的网易音乐、微博国际版等。在这些应用里，想要打开个人中心，大多数手机只能去点击左上方的图标按钮。也有一些手机做了些针对的优化，比如小米，它的设定是屏幕上部分边缘侧滑来触发应用功能，但这两种做法都需要去够屏幕的左上角，在大屏上操作还是有些局促。而锤子的做法是在这类应用里识别后直接屏蔽掉左侧返回手势，你从左侧内滑就能呼出对应的功能餐单。这时候大家可能会说了，这不是完全不考虑左撇子用户的感受吗？如果想使用左侧返回该怎么办？左手用户先别着急啊，还记得前面我吐槽的底部短滑返回操作吗？我觉得此操作就是在这个场景锤子为了照顾左撇子而准备的。当你明白了这层逻辑后，再去使用底部滑动切换多任务，你会发现其实长距离的二段滑动切换至上一个应用的同时，相当于进入了一个快速切换应用的模式，左上角的返回图标会变成双箭头的指示，此时你再去屏幕底部短滑就可以快速的切换应用了，这时体验就和我们平时使用的习惯没什么区别了。手机用到这里的时候，我有点明白了为什么锤子会吸引到那么多的锤粉，不仅仅是那份偏执，在行业发展的过程中为用户使用习惯考虑的同时，并没有随大流采用很成熟的解决方案，而是对问题有着自己的一份思考。这份坚持的思考正是目前手机市场越来越同质化的处境所欠缺的。我不是说锤子的独特解决方案就更优秀，而是当你理解背后的逻辑之后，你似乎能感受到锤子工程师的那份用心，产生一种共鸣。不过我到现在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不做通知弹窗，屏幕前有热心的锤友能给我解解惑吗？同样，锤子对于系统界面也是不同于大多数厂商走的扁平化设计，从开始到结束一直都坚持着拟物化的风格。可能正是这几年对于扁平设计的审美疲劳，重新接触 Smartisan 这个拟物风格，我并没有什么不适，甚至有些喜欢。为了拟物风格的统一，锤子对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应用图标进行了重绘，同时在 R2 上增加了一个图标感知光源的功能，给每个图标增添了一份灵动。当然还是有一小部分应用图标没有适配，如果觉得不协调，你可以自行替换图标，而我的做法是将这类应用移动至文件夹中。但 Smartisan OS 的 UI 设计最让我喜欢的是它的桌面风格。我们都知道最早锤子的桌面坚持着九宫格的设计，而随着手机越来越大，锤子也改为了12宫格和20宫格。12宫格符合老用户的使用习惯，20宫格符合大部分用户的使用布局。为了让这种格子设计不那么单调，锤子还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材质主题供用户选择。每次指纹解锁，随着慢慢亮起的屏幕和每个格子的动画跳动，都让我心情愉悦。当然，如果你还是喜欢用一些对自己有意义的照片作为背景，比如家人啊、宠物之类的，系统内选择透明材质，关闭背景模糊，就可以得到一个和平时差不多风格的桌面。但如果你就是喜欢原本安卓桌面的丰富性，喜欢在桌面上放置各种工具插件，也可以直接切换至原生安卓桌面去使用。我们都知道，换一个新的壁纸和一个新的主题，会给人一种换了一个新手机的感觉。不过对于我这种懒得去搭配的人来说，虽然我很容易对桌面产生审美疲劳，也想去找一些好看的壁纸，但还是怕麻烦就放弃了。而 Smartisan 这个桌面四指滑动切换主题的功能，可以说直击我的痛点，轻轻一滑就能有一个新的风格，让你时刻有种新鲜感，同时给使用手机增添了一份乐趣。同样的类似操作也适用于锁屏，但锁屏的壁纸质量参差不齐，个人觉得没有桌面的效果好。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新鲜感的原因，使用过程中我真的越来越喜欢 Smartisan 的 UI 设计了。富裕屏的功能可能没那么多，但使用的同时布局也相当美观，更重要的是任何时候打开都不会卡顿。系统内置的闹钟、音乐、计算器等应用有着丰富的拟物细节，让你有种在真实使用的感觉。再加上一些对于强迫症选项的开关，说它从颜值上就能收获一票粉丝，我个人认为绝不为过。唯一外观上让我不满意的就是为什么中台栏上一定要显示运营商的图标，关也关不掉。好在我用的是单卡，双卡用户不得难受死。那当然，一个具有差异化的系统不可能仅仅只靠颜值，特色功能也是必不可少的。锤子的裤衩多多少少我们都能在其他手机上见到，毕竟这是一个为一线厂商输送创意的系统，比如大爆炸，比如时间胶囊，这些我们稍后再说。我们先聊聊这个目前 Smartisan 独有的移步功能。三种触发方式，顶部斜对角下拉，拇指大面积接触屏幕拖拽，以及按压对应的组合键就可以进入移步，此时最多可以同时显示四个应用。说实话，一开始我能想到的多窗口使用场景十分有限，无非是一边看直播、逛网课什么的，然后一边聊天。但随着日常的使用，还是发现了很多实用的使用场景。比如如果你要规划一个旅游路线，可以同时打开论坛查看旅游攻略，
打开天气软件查看出行时的天气，打开地图规划出行路线，以及打开购票软件购买出行时所需的车票和景点门票。再或是开车导航的同时挂起音乐、听书和电台软件，方便切换，免去繁琐的步骤带来的风险。还有就是可以同时打开多个购物平台来比价。那因为工作的原因，我还发现了一部非常适合自媒体人员的用法，就是上传视频。有时候周末在家遇到需要上传视频的情况，我都会通过手机上传，但手机上很多视频 APP 上传时必须保持应用在前台显示，一旦进入后台后传输过程就被中断，所以我以前只能一个一个的上传，但现在有了一部，我就可以一次性上传四个平台了。虽说一部这个多窗口功能还是很强大的，但无奈每次打开多窗口的步骤还是比较繁琐，所以我特别希望锤子能加入一个保存当前布局的功能，方便下次同样的场景快速启动。遗憾的是，随着手机业务的暂停，这个功能可能永远不会有了。除了快速在不同窗口间切换外，和其他家的小窗模式一样，一步也起到了让不同应用之间进行交互的作用。通过长按拖拽的操作，可以在不同应用间交互图片或者文字，最常用的可能就是在不同聊天软件中分享图片信息了，再或者是突破微信的限制，一次性发超过9张图片。那这个拖拽图片不仅仅可以在窗口之间操作，在上方的图标栏的快捷方式上也可以执行对应的操作。我最常用的场景是用来搜索商品，一般刷微博或者朋友圈时看到一些有趣的物品，就可以通过此方式快速的在淘宝或者京东内找到同款。相比于其他家智能视频的操作虽然繁琐了些，但我用过的视频里，其他家要么只支持京东，要么只支持淘宝，实用性还是一步更强。遗憾的是，这个拖拽并不是所有应用都支持的，一些软件内就无法启用。那提到了上方的图标栏，吸引的小伙伴会发现最左侧有三个常驻图标，最左边的这个蓝色文件图标点开后会显示最近的图片、文件以及剪切版。具体操作方式不用多说了吧，直接拖拽就行。旁边放大镜按钮是用来触发一步查词，屏幕上会出现一个指针，你可以将其停留在你不懂的英文单词上，会实时显示出中文翻译，有点类似利用 S Pen 实现的翻译功能。遗憾的是，它不能像 S Pen 一样识别出图片里的单词。最后一个图钉按钮是发布会上重点提到的图钉功能，可以将应用或者微信小程序钉在锁屏界面，这样一来不用解锁就可以直接查看应用内信息。官方给出的使用场景是可以在点外卖、打车或者地图查找路线时钉在锁屏，想看时轻点屏幕即可，再或是可以将常用的乘车码、健康码钉在锁屏上，不用麻烦的每次进入微信查看。目前最多可以在锁屏界面订5个应用或小程序，但使用过程中我发现用来订小程序这个功能并不是很实际，因为系统后台不支持锁定小程序，这就导致过一段时间后小程序就会被杀掉，这样小程序在锁屏页面就会消失。而我这段时间的使用中发现了另一个实用的用法，由于安卓推送机制的问题，除了一些有自己 push 机制的手机外，很多时候你不把应用锁定在后台，多半是收不到通知的。微信等聊天软件还好，但有时候我们会在购物、订票等平台联系商家或者客服，我们总不能将这些低频软件常驻后台吧，这时就可以用到这个图钉功能，临时将界面固定至锁屏，每次点亮屏幕都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因为客服回复不及时而忘记了联系店家这件事。作为一个经常在闲鱼捡垃圾的垃圾佬，有了这个图钉功能，再也不怕忘记回复卖家消息导致捡漏失败了。不过说实话，一步这个功能实用性确实很强，但问题在于它的学习成本太高了，像我这样的数码爱好者，有的功能都是看论坛才发现的，更别说是普通消费者了。屏幕前的锤粉们，你们使用一步的频率高吗？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没有什么学习成本的大爆炸，只需拇指大面积按压屏幕即可触发。除了基本的炸文字炸图片外，锤子的大爆炸还可以炸视频。乍一看这个炸视频有点不太实用，但对于我这个看日漫的用户来说真的太方便了。以前想截取一个好看的画面总得不停的暂停卡点，现在直接从炸好的视频中选取就行，甚至还可以拼图或者生成 GIF， 我真的太喜欢这个功能了。同时锤子的实时字幕现在也支持日文了，一些深入的动漫也可以用它来辅助观看了，但这个日语的识别准确率就没那么高了。闪电胶囊和时间胶囊也是我个人认为很实用但学习成本很高的功能，这两个功能在手机上都有对应的实体按键，左侧这个小圆钮就是用来触发闪电胶囊的，长按按键说出当时的想法会生成一个消息备注的对话框，上方按钮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将其记录归类，下方是一些删除、大爆炸之类的附加操作，单击胶囊按钮或者点按其他位置推出后，刚刚的记录会归类至胶囊列表，此时再单击胶囊按钮即可在任何时候展开胶囊。对于我这样很容易忘记事情的来说，用时间胶囊来做事项提醒不仅方便且高效，完成的事情还可以在胶囊的前面打勾做标记。但时间胶囊不仅仅是个记录想法的工具，其实它也是个简易的语音助手，你说出的内容会帮你自动搜索，同时也可以完成定闹钟、查电器这些简单的语音指令，
虽然可能没有小爱同学那么智能，但我平时用语音助手也就是定定闹钟之类的，对于我来说完全够用了。而时间胶囊的功能不仅仅是记录想法这么简单了，拨动机身左侧的滑块，它会在后台收集这段时间内你使用手机时保存或创建的图片、视频、音频、文档、剪切版文字，甚至你设置的话还可以收集 QQ 微信等软件下载的文件，最终整合成一个胶囊合集。你可以在胶囊列表里查看，展开后还可以对内容进行排序。给大家介绍一个小技巧，由于时间胶囊会根据收集的第一个项目来命名，这里建议大家开启时间胶囊后创建一个闪电胶囊来说明这个时间胶囊的用途，这样就相当于给时间胶囊进行了命名，方便日后整理。那时间胶囊到底有什么用呢？或者说有什么使用场景呢？我只能说实不实用完全看使用者的需求。比如你是个大学生，可以通过时间胶囊快速将一堂课拍摄的 PPT 和板书归类，通过拖拽的方式一键生成笔记。比如你和朋友出去旅游，可以将一个景点拍摄的照片快速整理分享给同行的伙伴。再比如我自己，作为一个数码主笔，经常要在不同的论坛内查看一些产品的使用技巧与心得，但往往有时候有价值的就是那一段话、一个评论或者是一张图片，这时候时间胶囊就可以帮我把这些零碎的内容收集起来，最后拖到编程中就完成了整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全部内容的一键拖拽只支持锤子自带的便签和写作应用，如果你想用 WPS 之类的软件，很遗憾只能一条一条的拖动。时间胶囊说实话它的逻辑并不那么复杂，但我个人认为它比一步这种功能更不容易上手，主要是用户很难养成一种使用习惯。即使锤子为此专门做出了一个实体开关，但人们往往平时还是更倾向于先做当时要做的事情，就比如我很多时候拍了几张照后再想起来用时间胶囊的话会更方便整理，但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如果能加入一个对开启前一段时间内容收集的功能，我相信会更加实用，但目前来说是不可能了。最后一个富有锤子特色的功能应该就是 TNT 了。在我看来 TNT 绝对是个好东西，它失败就失败在锤子过于将它与生产力相结合了。在我看来，除了配合时间胶囊方便内容创作者进行文字创作外，它在生产力上没有任何优势，甚至说不具备生产力。或许未来云技术的普及将算力放在云端后， TNT 真的可能成为新一代的交互方式，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一味的宣传生产力只会失去公信力的同时让用户反感罢了。那我为什么会说 TNT 是个好东西呢？因为在我看来，这就是目前手机上做的最好的电脑模式。在很多提到 TNT 的视频里，我们总会在弹幕中看到三星 DeX 的身影，什么什么功能在 DeX 上早就有啦，这都是 DeX 玩剩下的啦。但我想说，如果你真正都使用过，你就会知道这两者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可以说是天差地别。首先是适配的分辨率，我手上这台望UI 3.0 的三星 S20 Plus 搭载的 DeX 最高只支持 Full HD 的分辨率，而我平时用的是一块 4K 屏幕，连上显示器后那模糊的画面顿时让我就不想用了。而 TNT 是支持 4K60Hz 的，但值得说明的是，如果用锤子官方的那款扩展坞连接显示器的话，是只能输出 2K 的，想要实现 4K 必须是显示器的 Type-C 直连。其次是菜单布局，进入 DeX 后应用是毫无顺序的排序，你想要找一款应用都得半天，虽说有一个按手机布局显示的选项，但也仅仅是将手机中原本整理成文件夹的应用以文件夹的方式合并罢了，依然还是很杂乱。而 TNT 直接就是手机上那套布局，每个图标的位置都一模一样，很有秩序，让你一眼就能找到想要的应用，更别说还可以通过鼠标长按空白处说出应用名称直接打开了。然后就是软件的缩放适配，三星这一点明显做得不够好。TNT 默认情况下可以将应用以手机窗口展示，而 DeX 的缩放逻辑有点让人看不懂，一会长一会宽的，在视频软件中应用的全屏按钮居然会失效，这时候你只能用 DeX 的强制全屏，而之后应用内的其他功能按钮又会失效，比如返回按钮，比如切换分辨率。而 TNT 使用起来完全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默认以手机的界面展示，视频软件内需要全屏时也是正常的交互逻辑，很少出现过 bug 的情况。同时还专门增加了一个活跃窗的功能，允许一个应用弹出多个二级窗口，这样你就可以同时和多个人聊天了。遗憾的是，随着锤子的消失，不知道支持活跃窗的第三方应用还能继续开放接口多久。目前来说，之前支持此功能的微信已经关闭了接口。最后就是浏览器的体验了，都说浏览器是第一生产力，而 DeX 自带的浏览器真的只能说是一个半残废，很多页面即使选择了电脑版显示也还是手机页面，光这点就足够劝退了。而 TNT 的浏览器是基于 Chrome 内核，就是桌面的那一套，同时还支持安装插件。此外锤子还有专门的插件下载页面，装个油猴什么的轻轻松松，可以说体验就是单方面的吊打。所以如果锤子当初只把 TNT 当做一个桌面模式正常宣传的话，我觉得 TNT 的口碑绝对会比现在好上不少。我现在下班回家除了需要打游戏的时候会打开电脑，其余时间基本上都使用 TNT 了，回家插上一根 Type-C 就可以连接我的全部外设，在基本的影音娱乐体验上完全可以媲美电脑了。同时由于使用的是手机 APP， 可以做到一些电脑上达不到的体验，
就比如我用手机看电视剧时，很喜欢那个长按屏幕手动倍速播放的功能，因为我想在一些有点尴尬或者不那么重要的剧情时快速跳过，但在一般的电脑上就不支持了。 TNT 解决了一个长久以来困扰我的点。不过目前坚果R2使用 TNT 的时候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好像由于不支持 PD 协议的原因，即使我的显示器支持65瓦的 PD 供电，但 TNT 模式下充电速度极其缓慢，一小时能充进 2% 已经算多的了。好在锤子的55瓦快充不到50分钟充满的速度也还算可以了，即使遇到电量不足的情况也能快速回血应个急。那最后聊聊坚果R2的相机吧。观看镜头配置，一颗小米11同款的1亿像素主摄，一颗超广角，一颗微距镜头，以及一颗三倍光变的长焦镜头，可以说镜头配置十分丰富。但实际体验下来，我只能说除了那颗1亿像素，其他三颗镜头或多或少都有点凑数的嫌疑。先看主摄，由于采用了同一款传感器，成像素质方面和小米11十分接近，大家看基础样张就明白了。在白天光线充足的条件下，除了小米的白平衡要更准确外，无论是直出模式还是1亿像素模式，两者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甚至在这组逆光的场景下，两者表现出的动态范围都是惊人的一致。到了晚上，小米得益于 AI 算法的加持，在夜晚的表现能力要更加出色一些，但差距不是很明显。唯一能看出明显差距的是在极限弱光的场景里，小米的夜景模式确实要比坚果的夜景模式更亮一些。而到了超广角的表现上，可以说锤子的超广角完全没法看，等效17毫米，不仅拍摄范围不够广，甚至边缘画质衰减十分严重。大家看这组样张中的警示牌，小米11依然能看得很清楚，而坚果已经糊成一片了。这样的表现真的让我觉得锤子的这颗超广角确实有点敷衍的意思，至少是对不起这个价位的。而微距镜头方面，大家光看两款镜头的外观对比就能知道孰强孰弱了吧。小米11的长焦微距确实能拍得更近更清楚，至于那颗多出来的三倍光变长焦镜头，在中性画质并没有比小米11的三倍彩切模式好上多少的情况下，边缘解析力反而还要落后，更别说因为光圈较小，在光线不足时三倍变焦也会改为主色彩切的情况了。说它有点凑数我觉得也不算过分，可能锤子自己也知道那三颗是用来凑数的，在相机的专业模式中并不支持自由切换接头，只能调整主摄的参数。那其实光靠那颗 HMX 的1亿主摄，坚果R2的拍照能力也算能打的了。但坚果的最大问题在于拍摄体验上，锤子的 HDR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要一开启，无论当时的光线情况，扯片速度都会大幅下降，很影响拍摄的欲望。1亿像素模式也是，也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反观小米11几乎不用等待，再加上锤子到现在都没有 AI 场景识别，整个相机系统我只能说是勉强及格。不过其实有改善的办法，就是安装一个谷歌相机来使用。总结，提到锤子大家往往都会扯到情怀，但我作为一个新用户，在没有一丝情怀加持的情况下，依然还是为锤子的消失而感到惋惜。正如锤子包装上印的那句 slogan，工匠的骄傲与喜悦，在这段时间的使用中，即使它有着那么多的缺点，但我确实能感受到那份工匠精神。我真的很希望可以看到那个能更加代表着工匠骄傲的锤子正代 Smartisan T3 的发布，遗憾的是可能再也不会发布了。那回到产品力本身，我真的不建议没有接触过锤子的用户去购买这台 R2。抛开未来可能没有保障的售后服务不谈， Smartisan OS 的交互逻辑确实和大多数手机有些不太一样，刚上手时你会有种系统基础体验不完善，量能功能学习成本高的感觉，即使你适应后也没有后续的机型可以让你升级，你还是得换回主流的手机，从而再次接受新的交互逻辑。同时厚重的手感和不支持无线充也有点劝退，再加上90赫兹的屏幕和锤子的系统调度问题，和目前中高端120赫兹的手机相比，使用起来有些拖沓，不够畅快。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想要体验 Smartisan OS， 去二手市场淘一台旧款的锤子机型可能是个更好的选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喜欢我们节目的同学别忘了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这里是今天科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